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？哎呀，这么多海鲜啊，还是老子好，熟了。小明，吃。小明，明天大排档要关门，走，跟我一起去收拾一下。嗯。干嘛去了？你这是不是讹你呢？快走，别多管闲事。还找你要干嘛？你没看人家都摔倒了，赶紧过去扶一把呀！扶什么扶？等会讹你怎么办？别给你吃海鲜了。我这不还是为你好。阿姨，怎么样？你还能起来吧？哎呀，能不能把我扶起来，姑娘？啊、哦。阿姨，用用去医院，不用啊。阿姨，天气冷了，你骑车慢点啊。哎，慢点儿，嫂子，下次这种事你少管。现在骗子太多了，哪有那么些骗子？还是好人多。走吧。